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방탄소년단 成员 정구 发布的 IG 贴文在韩网引起了热议。 根据多家媒体报道， 정국于14号 通过他所开设的 IG 账号发布了宠物狗 팜的照片， 并用英文留下了一人无罪的句子。此外，정국还附上了蓝色、粉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的爱心表情符号，并加上了表示加油的表情符号。정국发布这篇文章的账号是为了他的宠物狗 팜而开设的。 此前，정국删除了个人 IG 账号，但他重新为宠物狗开设了一个账号，并持续在经营中。虽然정국并未直接提及，但在정국的留言以及他使用的表情符号数量和颜色， 与女祭司与 Powerpuff Girl 合作的象征色蓝色、粉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相符，所以很多网友们认为这是在表达对与还不对峙的女祭司成员们的支持。去年，琼谷曾与女祭司成员们一起参加了 Ditto 挑战，展现了彼此的交情。对于琼谷发布的贴文，在韩网大部分都是支持的留言。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因为是同一家公司，所以会很难发生的，真的非常感谢，谢谢琼谷，真的太帅了。在这种情况下，像他这样的大前辈这么做，对女祭司来说一定会是很大的 安慰和支持。看他只拍出了米宁静的帽子，这应该是在支持没有米宁静的女祭司吧。还不真正的主人在支持女祭司了，只是发布了狗狗的照片，也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所以不能扩大解释。成谷也是从未成年时期开始活动，所以可能对这种情况感同身受。我是彭妮子，真的非常感谢 HYBE 的爱豆们。虽然这期间有很多挑拨离间的事情，也确实有部分粉丝之间发生了争执，但是成谷也用表情符号给予了支持。前阵子 Seventeen 的知名粉丝和 Lisapin 的知名粉丝也勇敢地发表了支持女祭司的文章。 艾莉的成员们和女祭司之间也被证实是打招呼的关系，看来歌手们之间相处得很好，真的很暖心，也很欣慰。这次事件让很多人受伤，但看到歌手们彼此支持、和谐相处，真的很好。作为彭妮姬，特别是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真的感谢琼谷勇敢的支持。 所以，对于琼谷发布的 IG 贴文，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前 IGN 成员 Hitomi 确认加入 김재중 制作的七人组合新女团 Say My Name， 重回韩国再出道，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9月13号，透过官方频道公开了新女团 Say My Name 最后一名成员 Hitomi 的预告影片。Hitomi 也在自己的 SNS 表示，能够久违的再次与大家见面，我感到非常开心且激动。作为一名出道10年的艺人，我一直在思考今后要做什么，想做什么。我会不忘初心，将展现全新的成长，努力实现与大家一同闪烁的梦想。请大家多多期待我今后的活动。 太期待了，知道会来韩国，但没想到是在铁军制作的女团。希望重组后的组合一切顺利。Hitomi 的挑战真棒，支持你。